关于富商富士、购物中心、超市卖场、便利店、药店等商业网点有序恢复线下营业。6月1号起，客流总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%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线上预约。农贸市场有序恢复，沐浴、美容服务采取预约、限流等方式恢复运营，邮政快递有序恢复处理中心和营业网点，逐步全面恢复个人寄递服务，家政、家电维修服务逐步恢复经营，各类文旅、体育场所有序恢复。6月1号起，室外类型的 A 级旅游景区逐步有序开放，落实错峰、预约、限流等措施，客流总量不超过景区最大承载量的75%。各类影剧院、文博场所、健身房等密闭场所暂缓开放，后续视情调整。公园实行限流、错峰有序开放。